手跟大家问好，韩国瑜抵达澳门塔，一现身马上又被团团包围。韩粉全都超热情，一看到韩国瑜马上拿出一大束鲜花，抢着挤进人群中送到市长手里，让韩国瑜又惊又喜。接过花，把花拿给保镖，没想到马上又收到一束，韩国瑜笑得开心，鲜花配上人气超高的秃头市长，仿佛巨星造访，大家都抢着跟韩国瑜来张合照。鲜花鲜花，我们这边好不好？我们照片拍一下。韩粉们人手一只手机，手能举多高就举多高，不断按下快门，现场甚至还有远从葡萄牙来的韩粉。还是啊，特别介绍一个葡萄牙来的韩粉。谢谢啊。Are you from Portugal? Portugal, from Portugal. Yeah. You love Mayor Han. I know him. Gracias. Mucho gracias. Obrigado. Obrigado. Obrigado, señor. I think he's a nice guy. 市长马上秀外语，直接跟粉丝讲起葡萄牙语。葡萄牙韩粉漂洋过海，终于在澳门见到韩国瑜本人，让他笑得合不拢嘴。韩国瑜频频谢谢大家，即便这一趟访港澳大陆行程紧凑，依然展现始终如一的亲民魅力。记者澳门综合报道。